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。HSK 五级听力考试分两部分，共4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第1到20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我上班去了，早饭在桌子上，你一会儿自己吃。好的，别忘了带伞。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雷阵雨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二，我听说你们要去旅游，机票、房间都订好了吗？是我们单位组织的，这些都不用我们操心。关于这次旅游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三，你还是系上领带吧，系领带更正式一点。这领带颜色太鲜艳了，还是算了吧。男的为什么不想系领带？四，怎么这么晚还在公司加班？吃饭了吗？还没呢，我一会儿去吃，还要打印几份文件。女的现在在哪儿？五，还有一个小时，飞机就要起飞了，我们还能赶得上吗？您放心，耽误不了，20分钟我们就能到。根据对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六，昨天的网球决赛你看了吗？看了，太精彩了，李娜简直太厉害了。昨晚的球赛怎么样？七，糟糕，我把行李箱的密码忘记了。你是越来越糊涂了，别着急，再想想，是不是你的生日？女的怎么了？八，我后背上特别痒，你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。红了，是不是被虫子咬了？关于男的，下列哪项正确？九，你打字的速度真快，1分钟能打多少个字？
123吧。我用五笔输入法，熟能生巧。关于难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，你看过实话实说那个节目吗？看过，我很喜欢那个男主持人，他非常风趣。他们在谈什么？十一，这个胃药你一天吃两次，一次两粒。好的，我明白了，谢谢大夫。胃药应该怎么吃？十二，我已经试了六次了，还是不行。我看我干脆放弃好了。别轻易就说放弃，说不定下次就成功了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十三，你女朋友收到你的花是什么反应啊？她有点意外，当然也很感动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四，工厂要扩大生产规模，需要新进一些设备，你和王经理尽快商量一下这事。好的，另外我们现在也需要招聘一些新员工了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五，你的腿怎么了？昨天在健身房锻炼的时候用力过大，把肌肉拉伤了。男的怎么了？十六，我看你这个酒吧的生意很好啊，为什么要卖呢？这个酒吧是我和朋友合开的，他要移民，我也想休息一段时间。女的为什么要卖掉酒吧？十七，小李把这个月的数据给你了吗？给了，我正在做统计，分析结果估计下午就能出来。根据对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八，昨天下午我去找你，你不在，我就把光盘放你桌上了。看到了，谢谢你，我争取明天还你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
十九，最近事情太多了，都不知道该先干什么了。当然是先捡重要的事做，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。难的是什么意思？二十，我觉得你们的动作好像还不太熟练，配合得不理想。您说的对，我们俩才练了一个多月，时间比较短。男的认为怎么样？第二部分，第21到45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21题。21，上礼拜同学聚会你没去？是，那天正好有事。周末也有事，忙什么呢？我要考注册会计师，报了个辅导班，每周末都要上课。男的为什么没参加聚会？22，你明天就穿这身去参加弟弟的婚礼呀？怎么，不合适吗？这条裙子是不是太朴素了？上次买的那条呢？也行，那我明天换那条。男的觉得这条裙子怎么样？23，怎么总打喷嚏？感冒了？没事，可能是昨晚着凉了。是不是被子太薄了？今晚换个厚点的吧。不薄，可能是没盖好，没关系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4，上星期给你们安排的任务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围绕这个项目制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计划。抓紧时间咨询一下专家们的意见吧。好的，等计划完善之后就交给您。男的让女的抓紧时间做什么？25，你好，是物业吧？我们办公室的空调坏了，麻烦你们过来看一下。好的，您在几楼？18层，销售部。好，我们马上派人过去。哪儿的空调坏了？26，车票买到了吗？买到了，不过是下个礼拜的票。下个礼拜，那不就要过年了吗？是啊，到家正好是除夕夜。关于女的，下列哪项正确？
27。我们对你的表现很满意，你下周一能来上班吗？可以，谢谢马主任。不客气，下周一你直接去人事部办手续吧，我会跟他们打招呼的。好的，谢谢您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8。这是租房合同，你还要再看一下吗？我看过了，没什么问题。那请在这里签字。好的。他们在做什么？29。这个方案你看过了吧？说说意见。我个人觉得这个方案还需要调整。具体讲呢？我们产品的特点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。你有什么好的建议？男的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？30。取包裹去了，家里给你寄东西了？不是，我在网上买了些日用品。日用品也能在网上买？网上超市什么都有。女的在网上买什么了？第31到32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民收获了一个好大好大的西瓜，他把这个西瓜献给国王，国王很高兴，赏给农民一匹高大结实的马。很快，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了。有个富人心想，献个西瓜就能得到一匹马，如果献一匹马，国王会赏给我多少金银或者美女呢？于是，妇人向国王进献了一匹好马。国王同样很高兴，告诉身边的人，把那个农民献的那个大西瓜赏给这个献马的人吧。31。收到西瓜后，国王是什么反应？32。妇人为什么送给国王一匹马？第33到3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日记本来是私人物品，自己写自己看，但我和父亲曾经在日记里，你写一页我写一页，两个人写两个人看，坚持了9年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父亲工作很忙，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已经睡觉了，而早上我去上学时，父亲可能还没起床，因此父女之间的交流很少。为了解决这个矛盾，父亲把要说的话写在小纸条上留给我。纸条积累多了，我觉得保存起来不方便，于是建议父亲改用日记本交流。每天，我将自己的愉快和烦恼，父亲将自己的工作情况、经验和教训
都写在这本日记里。这样一来，父亲就可以及时了解我的情况，指导我的生活，我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父亲。33，这本日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34，他们用日记替换了什么？35，这本日记有什么作用？第36到38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早上上班，差不多每天我都在公司门口买一个煎饼当早饭。时间一长，就和卖煎饼的阿姨熟了。每次我举起手，伸出一个手指，阿姨就会马上动手做好一个煎饼，等我放好自行车后过来拿。有时胃口大开，觉得一个不够吃，伸两个手指就行了。昨天起了个早，我在家里吃了面包后才去上班。路过卖煎饼的地方，就抬手跟阿姨打了个招呼。放好自行车后，我打算直接进公司。没想到刚到门口，那个阿姨就跑过来，手里拿着一个袋子，说：你刚才伸了五个手指，我就做了五个煎饼，等了半天你都不来，只好给你送来了，快趁热吃吧。36，他平时早饭吃什么？37，他伸出两个手指是什么意思？38，阿姨为什么给他五个煎饼？第39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早上8点，一个人步入地铁站旁边的小广场，打开小提琴的盒子，将盒子放在脚下，扔了几块钱进去，面对着来来往往的上班族，开始演奏起来。在他演奏的40多分钟里，有1000多人从他身旁匆匆走过，但只有7个人停下脚步，听了几分钟。27个人在走过时将钱投入了盒子，其他人却似乎没有看见或听见。这些赶着上班的人不知道，那天早上的演奏者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小提琴家。40多分钟里，他挣了30块钱，而在正规的演出中，他一分钟就能收入1000元。那些上班的人们忽视了小提琴家的价值，繁忙常常使他们看不到周围人的价值。我们遇到的每个人，价值都不可估量，只是需要我们花费时间去观察和倾听。不然，即使千里马就在眼前，伯乐也会错过他。39，40多分钟里有多少人从小提琴家身旁走过？
40. 关于小提琴家，可以知道什么？41. 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？第42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女人逛超市普遍都是满心欢喜，为了找到喜欢的商品会乐此不疲，找到之后又会根据价格反复比较，精挑细选，就算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商品，女人也会大包小包买很多物美价廉的东西回来。而男人去超市时普遍都目标明确，他们清楚自己到底要买什么，便推着购物车快速前行，走到该商品的货架前，不管贵不贵，看准了就往购物车里装。他们不愿意比较价格，也不会去寻找打折商品。42，女人看到要买的商品，往往会怎么样？43，这段话主要谈什么？第44到4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夏天到了，冰箱里储存的食品日渐增多，冰箱特别容易出现异味。清除异味，除了要及时清洗冰箱以外，还有很多简单方便的办法。将一小块生面放在碗中，置于冰箱冷藏室上层，可使冰箱两三个月内没有异味。或者将少量茶叶放入冰箱，一个月后拿出来，在太阳下晒干再放进去，能反复使用。将几块新鲜的橘子皮洗净擦干，散放入冰箱内，也可以去除冰箱的异味。44，在冰箱里放什么可以去除异味？45，橘子皮放入冰箱前应该怎样处理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